印度最近强硬无视美国的制裁，采购了俄罗斯先进 S-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印度，很快就知道后果了。俄罗斯塔斯社10月10日报道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媒体记者见面时表示，印度很快就会知道其从俄罗斯采购 S-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后果是什么。有记者提问，美国准备在抑制裁打击美国敌人法案 CAADSA 框架下针对印度采购俄制 S-400 系统采取哪些措施时，特朗普回答道，印度很快就会知道，你们很快也会看到，时间要比你们想象的更早。印度新印度快报此前发布消息称，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曾表示，新德里已经意识到美国会因为采购俄罗斯 S-400 系统一事而对印度实施制裁。不过他强调，印度打算继续实行独立的政策。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0月4日对印度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，与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价值50亿美元的 S-400 系统供应合同。印度与俄罗斯同时发表联合声明称，俄印将在2018年内与新海陆空三军的联合军演。在普京此行前，美国曾再度警告印度放弃采购计划，否则将受到美国制裁。